各位，在今天的讲题里面呢，我们要谈到一个人一直以来都很想问的问题，很简单的问题，但是人一直没有答案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这个世界有没有报应？人做错了，犯错了，骗人、伤人，做了一些不公道的事情，那他们到底会不会遭受有一些的报应？这是人有史以来都很想知道的事情。那如果有的话，那这个报应要多少呢？我们所做错的事情，我们要偿还多少才能够还清？一般人的理解就是，你犯大错有大报，少错有少报。那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了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那这个报应能不能被解除呢？能不能我们防止这个报应的临到？那么在这方面呢，我们都很想知道，因为这是我们切身实在的事情。那亲爱的朋友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看所有的宗教都相信有报应这回事，不管你拜什么神，或者你有没有宗教信仰，人的心灵里面很奇妙的有一个感悟，就是我有错，我做的不对，就算没有做的不对，也有想的不对。所以在所有宗教的观念里面，人都会知道好像有报应，好像。然后特别在人的心灵里面，很奇妙的有一样东西，就是惧怕。人一律都有惧怕，一律。所以在这个地上活着的人，从人生出来之后一直到他离开世界，他面对各种的惧怕。所以他怕不够，他怕不受人的尊敬，他怕孤单，他怕得不到爱，他怕而且做出因惧怕而做出有些叫他更惧怕的事情，所以叫他说谎，叫他要夺取人的东西，然后怕病，然后怕死。这个怕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。你问这个怕从哪里来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们都不喜欢有这样的心态。人一直在这个惧怕的事情上呢，一直要找出答案。因为这个惧怕的那个感应不是人愿意处在的光景。如果各位现在问自己的心声，你们马上会发现这个惧怕是存在的。不管是怎样，大怕小怕。有些人说我没有做过错事，所以我不怕。那有些人这样说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他没有惧怕，
也并不是他没有做过错事，只是说他做的错事没有一般人多，在他认为里面没有这么错，所以呢，他跟自己说，安慰自己的良心说，我没有什么惧怕。但是事实上，人都在有一个惧怕里面，所以在这个宗教里面呢，你会发现人都是有面对有这样的事情，甚至人没有宗教，他说我是无神论的，没有上帝，都有惧怕。但是有一些人说，这个惧怕是人之常情的，你没有钱你当然惧怕了，明天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有人要伤害你的时候，你手无寸铁，你当然惧怕了。那有一些人对惧怕的有一些认识是这样的。那还有一些人很奇妙的，他们有一种感应力，他说每一次我害怕的事情一定发生，我害怕这次的工作肯定没有着落，或者没有结果，后来真的发生。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多多少少我们怕的东西有时候会发生，但是不是每一次会发生，但是有时候会发生。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里面就是马上会感受到，是不是有一些事情，是不是我怕的事情是有真实感在里面，是不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正在要发生，所以呢，我的心灵有这种惧怕的感应。所以所有的宗教呢，都是这样引发出来的。各位注意听我现在讲的话，所有的宗教是人的心灵里面因为有惧怕，所以从这个惧怕他领悟出有报应。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各位，所有的宗教是怎么来的？你说各种人就是他们要行善也好，他们要做的对得起人也好，但是各位，全部是从惧怕出来的。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应，在他的心灵里面，他的挣扎，他的矛盾，他不知所措，他想到明天的时候，好像明天可能会不好，明天好像不是这么明朗，所以有这种惧怕感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，人一直要解脱的时候呢，他们就领悟出有一些的道理，有一些的因果，有一些能够解除惧怕的，然后叫人能够行善，叫人积德，叫人做了有一些事情之后心安理得，然后告诉自己说，所以我不需要惧怕了。但是很奇妙，这个惧怕还在人的心灵里面。世界的法律呢，是其中一个讲到人的报应的事情。世界的法律是怎么来的？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大致上我们想到法律的时候，我们新加坡社会有法律，各种的国家都有法律，但是我们想到法律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有认为说法律是保护人。但是各位，法律是怎么生出来的？人的法治是怎么出来的？各位注意听，好好思想，人的法律从开始是这样来的。当有一些人受到有一些损害，他们受到有一些损害之后觉得不公道，所以不公道的结果呢，他们要讨回一个公道，所以讨回公道的时候就会发现谁造成我受这个损害，所以他们就要要那个损害他们的人承受有一些报应。所以因这个的结果，有一些人就在一起定出了有一些的法治，所以当人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遭报。各位，人很奇妙的，人想到报应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所以其中一样东西会想到法律，会想到法律的东西。他做了这个事情，他需要遭报。所以有一些的情况里面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讲到法律的时候，每个人、每个国家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有一些人说你偷了东西，那偷了东西之后呢，你偷了多少钱，那你一定要偿还，你要坐多少年牢。但是有一些的法律呢，说你偷了东西，偷的结果就是把你的手要砍断。对不对？各位都知道中东有这些的法律在那个地方，你犯了奸淫要被石头打死，所以有这些。但是各位问，这些法治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每一个人因那个损害，他心里面受的那个痛苦不一样，所以当人的心里受的痛苦不一样的时候，他领悟出来的那个法律法治是更加的严厉严谨，是那个刑罚性是更加的重。各位知道吗？但是各位都知道法律能够报应人吗？各位都知道
法律不能完全的报应人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各位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有一些犯了错的、作恶多端的人，就是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并且有一些情况不是这么容易的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亲情关系，好像孩子不孝敬父母的时候呢，你能够叫他，哎，你要受法律的制裁吗？那这个东西是人的心理的关系的东西。最近我们新加坡不久前有一个当兵的 private 呢、各位都知道啊，他就在当兵的时候死了，这个是谁的错呢？这个是上头的错呢，还是这个法治 system 的错呢？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死了之后呢，那人有惨痛，跟他有关系的人都有惨痛，那时候要赔偿，有赔偿的事情一定要发生。那所以呢，国家可以赔偿，人旁边能够讲很多的好话来安抚，但是呢，无论怎样的赔偿里面，一个失去孩子的父母亲，他的心里面的那个痛，谁赔偿？能够赔偿吗？用多少钱来赔偿？所以各位，这个法律，当我们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了，这个好像不能完全解决人的痛苦。在这个报应的事情上，人想到人当人的受屈、心理的问题、痛苦不能解决的时候呢，一般上也大部分还是回到以宗教的眼光、宗教的解释来看待报应的事情。人有冤屈，一定要寻求报应，这是很奇妙的，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原理，生活的原理。所以在各位会发现，所以在我们这个宗教的色彩、宗教的眼光、思想带出来的时候呢，都是有一个道理，就是因果。因果，有因必有果。那人所做的东西，它造成了，一定要还，有果效，有 consequences。所以呢，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。所以在这个因果的道理在潜伏在所有宗教的时候呢，其实宗教没有一个是不好的。对，我们都知道宗教都是教人做好，但是宗教用的原理是因果。所以在这个因果里面呢，所以讲到如果你好人有好报的时候呢，要激励鼓励做好的人，所以做好的人能够继续做好，然后做坏的人盼望他能够因着那个不好的结果、他害了人自己被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己被伤害到，最后呢他能够从坏转为好。这就是所有宗教人在自己的心灵的惧怕、受屈、痛苦里面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的说法。但是是这样的简单吗？是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，然后用这个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吗？各位，听起来好像很 logical， 很有逻辑，然后人也是能够看得到。你问一个小学生有没有报应，好像有，好像有。我的孩子，我说孩子每次说你这是做了，等一下一定给老师骂，一定给爸爸妈妈，就报应之心，他们会知道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如果这个是真实的话，如果这个是解决法的话，这个世界的罪恶不会越来越多。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的邪恶越来越多，法律越来越多，但是作恶多端的人越来越多，为人的痛苦越来越多，人受的报应越来越多。人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呢，越来越有权力的时候呢，他用自己的钱财权力来取得自己要得的东西。所以各位会发现这个因果虽然存在，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。那所以我们回到圣经来看，上帝给我们圣经，圣经是神的话，神告诉我们有没有因果的事，这个因果有没有报应的事。报应，我们思想报应，我们一定要思想报应的 retribution 的那个起源是从哪里来。各位，刚才我们读了圣经，对不对？我们姐妹读了，我告诉各位，圣经在开始的时候讲到，当人犯了罪之后呢，有三个写照出现。
各位注意听，这个三个写照非常的重要，三个写照。那么人犯了罪，犯了什么罪？其实人起初第一个犯罪不是很严重的罪，听起来不是很严重的罪，不是杀人，不是讲骗话，或者说害人什么，也不是这些东西，不是偷人的东西，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他们违背了创造了他们的上帝的吩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吩咐了，这个上帝是谁？这个上帝是一切公义的源头，有公义者，只有违背了。很奇妙的，当违背的时候呢，有三个写照出现了。第一个写照是什么？各位注意听，第一个写照就是从那时候起呢，人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羞愧惧怕临到他里面，人的心灵马上能够感觉到，上帝从来没有给人惧怕，上帝造人的生命的时候从来没有给人羞愧，人看自己都是完美的，人看神是完美的，自己是完美的，自己听从神的时候，在这个完美的生命完美的关系里面幸福美满，神从来没有给人一个惧怕。虽然人不是神，但是惧怕是不属于人的，但是很奇妙的，当人违背神第一个犯罪的时候，他的心灵承受了第一个报应。这个报应不是在外面，不是有人把你的手砍掉头砍掉，是先在你的心灵里面折磨你，折磨人的灵魂的事情现象出现在人的心灵里面。所以从那时候起呢，很莫名其妙的，人就想到自己的前景的时候呢，前面可能会不好，所以前面可能会有遭受一些不测。人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？你看到一个孩子不孝顺的时候，会不会我以后我的孩子也不孝顺？很奇妙的，这个心灵里面是会出现这个东西。人看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不会感谢神，感谢神，这样的事是不会临到我的身上。赞美你，我不会贫穷，我不会这个东西。人是一看到的时候，这个心灵马上有这个。所以当人的心灵被这个折磨的时候呢，各位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怎么做？当人有惧怕，当人里面有一个不属于他被造的那个感应，不应该有惧，但是这个痛苦在那个地方，他要人跟他一起承受。所以很奇妙的，各位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说我没有惧怕。当人说没有惧怕的时候，他欺骗他自己。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呢，我旁边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每次旷课的，所以他是老师的话都不听，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所以呢我们彼此听彼此的话了。那他是旷课不听老师的话的时候呢，很奇妙的，他有一天一定会跟我说，哎，志善，今天我不要上华文课，你跟我一起不要上华文课，哎，我说为什么要我不上华文课，他说你怕，你是不是怕？他的态度是我不怕，你是不是怕啊？那不怕的话一起旷课，很奇妙，对不对？那我以前不懂，就是你这样讲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那 OK， 那我也不怕，我说，但其实我们都怕，其实我们都怕，我们都怕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旁边的人跟我们一起承受那个怕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很简单的，你不用说你读哲学读心理学，不用读这些东西。人的心灵，人的良心是活在这位上帝的面前，上帝造的，所以你怕，对不对？所以吸毒的人不会自己吸得这么爽，一定叫所有人来吸毒。偷东西的人一定叫，你们一起来偷东西，然后我们分赃，这个对不对？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各位有没有知道？所以当然这些是作恶多端很坏的事情，但是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有惧怕的时候，你要旁边的人跟你承受那个惧怕。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，像秦始皇的，他要很多人跟他一起埋葬。各位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有一个未知数，他不知道后面的结果，他只知道有可以感应到有一种不祥的东西，不测的东西会来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可以料到一点，有些人完全料不到，但是能够感应得到，有一种感悟。各位，因为人犯了罪之后呢，第一个报应临到的是他的心灵里面，这是不能解释的东西，这是不能解释的。很多人要解释，很多人要解决这个东西，
但是之后呢，他要解决惧怕的结果，他犯了更多的错。另外一个东西，另外一个报应，各位思想，刚才圣经里面，只有圣经给我们真理，给我们启示。圣经里面一说到，当人犯了罪，违背了神之后，很奇妙的，天起了凉风。各位，天起了凉风。各位，天是什么？其实讲的就是气候的意思。那个时候，原来上帝造人的生命的时候，为人安排的这个世界，为人安排的这个宇宙，对不对？这个空气层，这个环境，这个 dynamics， 对不对？这个世界的运作里面，原来都是为人好的。它是很奇妙，当人的生命、人的心灵受到报应的时候，他所活在的这个世界里面也一起受到报应。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哎，为什么这样啊？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而造的。就上帝起初造天地的时候，第一，为了他的荣耀而造；第二，为了他所爱的人，接着他所爱的人来管理治理这个世界了。很奇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人的生命里面受到报应的那个咒诅，很奇妙的，他所在的环境马上跟他成为仇敌了。各位知道吗？各位现在很多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各位有没有感觉到，哦，你想到，哦，这个 我所在的环境，这个社会里面，社会里面的政治、经济，社会里面的动态，很多的事情都是好像跟我不合我的，跟我为敌的，所以叫我惧怕，叫我辛苦，叫我忙乱，啊，把我叫我很着急，叫我很担心明天有没有工作，叫我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这个世界，你所活在这个世界，然后有时候有意外，为什么会发生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世界里面，现在各位有时候，我们现在很热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天气很热，盼望大家不是太热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很冷。很冷，对不对？连泰国都到十度了，泰国北部的时候十度从来没有过发生的，拉尼娜来的时候就是很冷， El Nino 来的时候现在忽然间很热。那这个科学家呢研究的时候呢，只有感觉研究，哦，这是这个太平洋 Pacific Ocean 那边的空气层气候所带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科学是差不多这样研究，然后说这个是每二年到七年之间，大概是科学的眼光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气候会这样，没有人知道灾殃为什么越来越，地震越来越多，这个火山越来越多，有这样的环境里面造成的给人的惧怕。各位有没有？各位，你每次看到新闻，知道旁边所发生的事情，周围国家发生的事情，你心灵里面的惧怕加上惧怕，然后你感觉到这个环境是跟我为敌的，因为天起了凉风。当人犯罪之后，第一，他的心灵受到了报应；第二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的所在的那个环境受到报应。还有第三个报应吗？有第三个报应，就是当人犯了罪，这个是起初的，所以起初的意思就是到今天是一直增多的、繁殖的。有第三个报应是什么呢？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第三个报应就是从人犯罪之后，他跟旁边的人的那个关系破了。以前上帝只有开始创造两个人，亚当夏娃，对不对？从他们得到全世界了，这个两个人有完全相爱的关系。但是当人一犯罪之后，报应临到人的关系，所以人的爱转为了责怪、要求。所以从一开始，第一对男女，当他们有这个关系一出现的时候，各位很奇妙的，这个爱转成责怪的时候，下面继续生出很多人的时候呢，就各位会知道人的仇恨、人的讨厌、人的要谋杀人、各种的人要害人的事情全部出现了。就两个人之间又出现了问题，有这样的矛盾之后，当一百个人、一万个人、一百万个人就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个矛盾、挣扎、仇恨、敌意是加增的，加增的。所以人跟人是利害关系嘛，
各位有没有厉害 benefit？ 你给我 benefit， 我才跟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利害关系来的，人都是有强势的，不会用来保护弱势；强势的会欺负弱势的，对不对？就施舍给弱者，这是强的。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冤屈。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的老板是这样，他不给我加薪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跟同事之间，他的工作给我做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之间出现这个问题，父母跟孩子之间。所以现在不是父母欺负孩子，是孩子欺负父母。所以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这样的，父母说，好，你不开心，好，你不喜欢吃这个，好，我买另外一个东西给你吃，好。现在很奇妙，现在奇怪，以前生十个孩子的时候，那十个孩子可以管的，全部给我发散，十个孩子会听的。现在生一个孩子，好，那个东西就是管不了的。各位，这个是好像社会问题，但是其实背后是有报应的问题，这个背后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挣扎来的。所以人跟人之间得不到真爱的时候，痛苦来了。用钱来得满足，人跟人之间得不到真正的理解和爱的时候，人爱动物多过人。所以呢，养动物，跟动物倾诉你的痛苦，因为旁边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你。我不是反对养动物的，我不是反对养狗养猫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养可以养，但是我讲的是心态，我讲的是当神创造人的最大的爱，是就神跟人之间的爱，还有人跟人之间就是这个的相爱的东西来的。狗不能取代那个爱，猴子不能取代那个爱，就人跟人之间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各位会发现，有一天人明白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报应，为什么我跟旁边的人的关系是这样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，当人犯罪之后，有三个写照，三种报应。第一是他的心灵里面受到了内疚、惧怕、羞愧，这样的东西来到他的心灵了。第二是他处在的那个环境，那个环境是逼害他的，叫他没有办法，叫他走投无路。所以要埋怨人呢，埋怨环境呢，埋怨自己呢，各位有没有问过？然后第三个是什么？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出现问题了。各位，你问自己，你每一天痛苦的事情是多少%是因为人而来的？你问你自己了，差不多90%的问题，90%的问题都是你的痛苦，因为我的配偶不理解我，常责怪我，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，对不对？我到公司去的时候要上班，同事们都有时候呢对我不好，这样。其实你想来想去，然后我担心我的孩子，担心我的家人之间就是吵架。其实90%叫你很愁容，很不开心。其实人。其实甚至有时候物质啊，少吃一点，少用一点，少用一点没有关系。但是旁边的人不理解，很奇妙。所以呢，你用物质来取代，那物质也没有，所以呢很痛苦。所以痛苦加上痛苦，各位知道吗？都是这样来的，都是报应。所以报应是真实在的，真实在的。各位看这个世界会知道了，人的心灵、人的环境、人的关系。人的心越来越冷淡，各位，这个光景在我们当中。那现在有些人问说，那么这个报应呢？好，我们已经受了，受了就好了嘛，我们承受了，我们不用再管了。那如果我以前做错，好，我就承受有一些报应，那就够了，那报完那我就有好生活了。所以这是宗教的观念了，报完。问题是可以不可以报完？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最关键的答案了。原来报应是报不完的，各位，这是最重要的观念来的。就所有人造出来的宗教，人领悟出来，所以我偷了100块 ，OK， 我还给你200块，够了吗？够了啊！所以我已经还完了。所以说还完了？所以说还完了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。
报应是永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人犯了第一个罪之后，他不能再不犯罪了。虽然今天有一个报应，我偷了100块，然后呢我还200块，但是另一天我的罪性，这个罪的根在里面呢，还是告诉我我不能满足，我还要偷，我还要多得，我还要，各位了解吗？对不对？虽然我跟人说我道歉对不起了之后，但是我里面还是不能爱他，还是有敌意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报应是不能完的，因为人的罪性是不能除去的，各位，罪的根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以为如果我们报完了就好了，那是最大的谎言，最大的谎言了。人的报应不能完了，圣经把一个事实告诉我们，这个报应是今世你受了，然后来世你还是继续还，因为这个罪性在你里面，所以永远的报应，从一个人今生还完之后离开世界，就是永远的地狱。所以地狱就是报应的极限，让那个报应能够继续偿还。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人他欠了债，欠了属灵的债，那个属灵的债还没有还完之前，他是不能得释放的。所以要怎么还完呢？要怎么还完？所以这个世界的人一直要还完，他能够感觉到心里的报应，环境的报应，这人际关系的报应，而自己身上有发生有一些事的时候呢，很奇妙的，就人都是会说，所以呢，法律不可以给你制裁，老天收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妙，人都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自己也怕自己受到有一些的刑罚，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，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，罪的工价就是死了，罪有罪一定有报应，罪的工价你要偿还的那个报应就是死了。所以死这个字是我们华人都不喜欢，每一个人都在思想这个死的事情，每一个人，人类不管怎样的哲学家，他们对死没有答案的，他们没有答案的。所以很聪明的人说这个死谁知道，有些人说死你不要想就没有，有些人说死就当然没有，的意思就是死后没有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这样的，所以死成为无有，或者说你都活着的事情都不知道怎样了，你管死后的事情，那现在你管现在的事情。所以但是人是这样告诉自己安慰自己，但是那个感应再怎么办，但有一个未知数，心里面能够感应到惧怕，能够感应到前面是不好的时候呢，一直这样用这些东西来欺骗你自己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圣经给我们答案，今天上帝知道我们是生在报应里面，也活在报应里面，上帝也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报应里面出来，所以上帝自己主动为人承受那个报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中心的中心就是讲到上帝自己主动为人承受那个报应。上帝因爱人的缘故，上帝自己选择成为肉身，人的样式，没有罪的上帝完全的受尽那个皮肉的折磨，人的羞辱的折磨，甚至一切罪恶的那个咒诅来到他的身上的时候，那个刹那他承受万人的罪了。所以圣经说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赐给谁呢？赐给凡信他的人。赐给谁呢？赐给那个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从报应里面出来，所以谁能够承受呢？当这个报应充满整个世界，充满人类，充满人的心灵的时候呢，我怎样做都不能出来，我越做越要解决我的惧怕，我犯上更多的错。只有那样的人能够看得这样一清二楚，借着神的真理明白自己的无能，那个时候他问谁能够成，你就会知道，你翻开圣经的时候，每一次你到受难节的时候，为什么上帝挂在十字架上面，
为什么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受到一切的侮辱，一切人的凌辱，然后他不但受到那个心灵的那个痛苦，那个心灵承受罪的一切的痛苦，甚至天父上帝掩面不看他，因为把一切人的犯罪的那个报应加在他的身上，这个就是受难节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上帝的救赎了。有报应的一定要有人承受，谁能够承受吗？你能够承受吗？他能够承受？你们都是罪人，有罪的人只能为自己的罪而死，为自己的罪而下地狱。但是只有那个无罪的，只有那个无罪的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，只有一个人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上帝自己成为人，帮人承受一切罪的报应。所以当人相信他的时候，人承认自己的无能，人承认自己身上的那个报应咒诅，然后我需要这位上帝，所以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是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永生，就是永生。工价是死，但是恩赐是永生。工价恩赐，报应跟上帝的赏赐，很奇妙的。有些人可能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会觉得基督教就是 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呢不能接受。为什么不能接受？因为有点荒唐，我自己做的东西我要自己承担嘛，人做的错他要自己承担，为什么叫另外一个人来承担？那这哪里有天理，对不对？这很多的人呢，所以你自己承担的结果就是地狱了，你自己承担的结果就是不止境的惧怕痛苦今世跟来世了。所以因为人不能承担的缘故，所以神承担了。你不能给上帝什么来叫他帮你承担这一切，这是神的恩赐。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神的恩赐在基督里就是永生。你不能做什么来赚取这个，只有白白赐给你的东西，因为比整个宇宙万有都尊贵，都更有价值，所以你只能接受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整个基督教的道理就是在这个 fundamental 里面。那还有另外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今天给各位解答。有一些人说，一个人一生害人、杀人、作恶多端，一切的坏事干尽，然后等一下信了耶稣什么都好了，然后他有永生，哪里有天理？那个人要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十字架上有一个仇敌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强盗，他是最后在临终之前他接受了主，另外一个是藐视主。你可以救自己，你自己下来啊，你自己救不了怎么救我们呢？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人灵魂的罪，永远的罪，人要偿还到底的罪。所以对那个接受这个恩典的，就说今天你得救了，今天你跟我在乐园里面了，今天你不用因你的罪进到永远的灭亡地方，就这样说了。那有些人说，那一个人信了耶稣什么都好啊，他以前 做错事怎么办？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在今生里面的确有一些报应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但是报应，各位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所关注的是轻重之分，轻重，但是我们没有关注还轻的那个因素，我们就关注你杀人坐20年牢，那你骂人的话坐牢1个礼拜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关注那个轻重，但是我们没有关注那个还轻的部分。所以为什么在他里面有永生？因为还清的原则，你必须还清，不管杀人、骂人、骗人，还清的观念是最重要的。还清，能不能还清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已经活在报应里面，没有办法出来，但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赐，救赎的恩赐赐给了他，所以他接受了上帝的恩赐。从那时候起，
很奇妙的，他领受了耶稣所赐给他的爱的报应。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？什么叫爱的报应？爱哪里有报应啊？所以爱的报应的意思就是，当一个人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赐，很奇妙的，原来自己应该受一切的报应，领受了这个之后呢，心里面产生出向主爱的回报。各位听得到这句话很重要的，什么叫爱的回报？并不是从现在开始，哦，我现在害怕上帝会罚我，所以我最好做好事，不然把我丢进地狱。不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所有犯罪堕落之人的他们的动机，他们行善积德的动机。但是有一种爱的回报，是一个人的心被爱感动，知道自己不能偿还，也不能给上帝什么，然后上帝给了他这一切。从那时候起，他的心里面是以爱为动机。所以爱为动，行善不再是因为惧怕刑罚报应而做，行善是因为爱而做，因为爱而做，跟你怕而做是不一样的。各位知道吗？这个整个基督教的精神，因为爱而做。今天为什么你的家庭里面有问题？为什么家庭里面，你问你为什么孩子很听话，然后长到一个部分呢不听话？因为他是怕而听，并不是爱而听。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当这个社会里面法治原则规条越来越多，但是犯罪越来越多，这个网际网络的犯罪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你问为什么这样？法治法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怕而不做坏事，但是没有爱的精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的精神呢，只有在基督的十字架找得到。你不能给他什么，来今天叫他把自己的一切给你。如果你能够领受这个恩典，你的心里面被改造，你被这个爱会改造。所以最后我讲完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你曾经呢跟有一些基督徒在一起，这些基督徒给你很多伤害，哦，然后你想到他们的时候呢，你绝对不要信耶稣。我今天奉上帝的名告诉你，你受了他们的伤害，上帝自然会管教他们，但是你不要因受了他们的伤害而拒绝救赎你的上帝，非常重要的话。如果你因那个受伤，你拒绝救恩，报应还是在你的身上。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，当人的爱心越来越减少，人越来越没有亲情的时候，各位有时候感觉到，有些人去教会也是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反而比没有去教会的人更糟糕。那我告诉各位，人是软弱的，但是上帝是完全的。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真理，你听到报应和救赎的真理，你不要怀疑上帝是不公义的。你在地上所承受的有一些的冤屈痛苦，上帝会赏赐你。但是呢，你要先得到最大的赏赐，就是从那个永恒的报应，永远的报应出来，从那个罪性所带来的报应出来。你要接受基督为你承受的那个报应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不受报应，反得永生。神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神的话的人。我们大家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大家都闭上眼睛，我们心里面面对主。今天我们听到神的真理，我们也知道了有关报应的事情。我们这一生里面，我们多多少少，我们的心灵里面都有受到这个报应而来的那个的摧残、惧怕、羞愧，或者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问题，或者我们的家人、我们亲友们一直不能理解我们有这样的情况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当人要解决这个报应的时候，他们自己要寻找解脱，寻找出路。
但是结果呢，就是越来越糟糕，痛苦加增，然后对死亡的事是一个未知数。就是神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上的报应是只有那个无罪的上帝他才能够承受的，所以他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今天听到神的这个信息真理，有关报应和救赎的啊，如果你心里面很认为肯定，我今天受的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有一个报应的命运在里面走不出来，然后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，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这个时候请你们就是在你们的座位上，你们举起你们的右手，很轻轻的举起来，就是你们举起你们的右手，我为你们祷告，感谢主啊！你们如果啊，你放下来，你们就轻轻举手，感谢主啊！你们 举手，就是如果你们愿意领受这个救赎，或者你已经来了教会，从来不知道，原来我身上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个报应，然后因为我还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，所以如果你现在愿意接受这位主，我为你祷告，接受他的救赎，你举起你的右手好不好？你举起了就放下来，感谢主啊！你们还有没有？你最后一次我为你们祷告，就这个时候只有上帝知道，所以你心中的那个痛苦啊，还有没有呢？请你们举起你们的右手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主看得到，感谢主啊，主都看得到，感谢主最后就是最后了，最后十秒钟，如果还有的人，你们举起你们的手，能够从这个报应走出来，领受神的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主你把你的道给我们，主你掌控人的生死祸福，你掌控我们的灵魂，主你造了人原不是要给他们报应，乃是给他们慈爱，给他们永生，给他们永远跟你在一起能够享受这个恩惠。主啊，今天我为你，为这些举起双手举起他们的手的人祷告，主他们听到主的话，他们领受了主的恩典。主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这新的生命你给我们，这新的生命是没有报应的，这新的生命是用爱来造成的。所以主，今天你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改造我们。就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给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工，求主你不但医治我们的心灵，也医治我们的关系。我们跟旁边的人有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挣扎，我们一直活在有一些的痛苦、冤屈或者担忧里面。求主拿走这一切，你显明你是真实的，你显明你是全能的。就感谢你，求你纪念今天所有在这里蒙恩的人啊，也听到你的道的人，虽然可能他们没有举手，但是他们心里有感动的，求主继续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，带到你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